有点紧张。没有人啊，没有人啊，真的没有人吗？我，哇，哦，哎，信草，哎，信草，哎呀，我的天呀！哎，你看，我给你们准备的早餐怎么样？如果要他们来的话，你们可以跟他们说，没有人来，他们是第一个，然后我再慢慢走出来。来的是谁了？哎，不对，我怎么感觉是爽姐来了？你看，这都我做的，你看我都已经把这个展示好了。你咋把西里的副业带到这儿来了？这都是我刚才为你准备的，鲜切水果，还有面包，这边还有黄油，这边还有那个新的糕点，等我想吃什么随便拿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就我们俩到了吗？是啊，我刚刚，你知道我刚刚已经等你等十分钟了。真的假的？嗯。让我猜下一个是谁？我一猜就是你。真的吗 ？Why？ 就是莫名的有一种感觉，感觉应该会等到你。感觉应该会等到你。哦。都能吃吗？都能吃吗？可以吃。你吃早饭了没？我没吃。吃吧，那边吃边等，好不好？好，边吃边等，来吧。阿龙哥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叫谭松叶。张新成。我们还是小朋友的资料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小朋友的资料。啊，小朋友的资料。可爱，哇，这个好漂亮哦！艾玛，天哪，可爱！艾玛，哇，行走的点唱机。小九，嗯，小九，小宝太可爱了，不会预估翻脸，好喜欢他呀！给多少吃多少。每日睡后两小时需小便一次，否则容易尿床。好像是有小朋友，确实你半夜得把他叫起来，让他上一次厕所，不然会尿床。有柔和的夜灯，不能全黑。牛儿带了夜灯，啊，那个星空灯是不是？我带了一些星空灯给他们。姐，你看婉清就是不喜欢吃蘑菇和青菜，千里是最爱吃蘑菇，喜欢吃青菜。那这个可能要适当帮他们调整嘛，因为小时候偏食的话，营养容易不均衡嘛，就我们还是得帮他调整一下。就艾玛会对燕麦过敏，然后千里是有鼻炎，对尘螨过敏。自己要带孩子的话会比较麻烦。我觉得哎，还是突发情况会比较多哈。所以很多东西可能要注意的细一点。嗯。觉得跟小朋友相处可能要多一点跟他们的互动，让他们能参与了，大家一起做一些事情，可能别让他们觉得说就他们是小孩，我们是大人，分得太清楚。对，为什么我见到小朋友我心里有点忐忑？嗯，我也是，好怕带不好他们呀，愧对了他们家长的期望。跟小朋友的相处过程是永远是未知的。哎，到了到了到了，你看奇妙小森林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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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切下切，哇，这也太好了吧，这个地方这么可爱，哇，真的漂亮啊，哇，张新成，快快快露一手。这里真的好漂亮，好舒服哦！哇，好了，我睡这就行了。我们晚上我们就浮在水面吧。哇，好丰富。
好丰富。紫薯面、荞麦面、菠菜面，哎，还有冰袋，还有冰袋，还有串儿。串是烤吧？串，我们去带小朋友出去露营去玩的时候烤。对，烤串。哇，太好玩了！天哪，我觉得我会比小朋友还兴奋。欢迎来到奇妙小森林，四位大人们，很高兴你们成为小森林之家的守护者。在这里的每一天，希望你们和孩子们一起度过自然、童真、快乐的时光。请大家按照自然生活日程，带领孩子们完成每日自然活动，根据儿童食谱为孩子们烹饪美食，并且在奇妙成长手册上记录孩子们的每一刻成长。接下来，小森林之家就交给你们，加油！我们是奇妙守护者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哦，我是奇妙守护者。第一天的工作。找一些小东西，然后放在麻布里面，然后藏到各个区域给他们去寻宝用的。然后到时候他们来的时候，就他们一个一个地方去找，顺便参观。其实就是借着让他们寻宝找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去带他们熟悉不同的环境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去看一看。竹蜻蜓啊，哎，这个好玩。小车车要不要？小车车可以啊，这个。还有这个，啊，好酷哦。好嘞。然后我们就要拿去不同的地方藏起来。哦，拿着小铲子去。走啦。走嘞。我们从大门进来的那个地方，从路口开始吧。好热吧这里面，小朋友会不会玩中暑了？啊，不会。我是小朋友，完全不想玩室外。但是小朋友好像都特别喜欢，他们对于出汗来说就没有什么感觉。啊，那有羊。看着我们的，我们在这里面藏一个吧。去那边吧，走吧。哦，快点快点，菜，这里就是种花种菜的地方了。来吧，你尝一个。好，要不要挖一下？这边我们稍微挖一下吧，让他们用一下这个小铲子，好不好？防止黄鼠狼偷鸡。我以前养过一只龙猫，就是被黄鼠狼吃掉的。真的吗？看看咱们，你来尝一个。好。你笑起来真好看，那阴天的阳光，那个是世界美的像画卷。哇，好好听！去看看小朋友。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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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去。哎哎，想想我怎么样才能让他们第一面见到我？你真的是。小宝，你好。你好。小宝，小宝，小宝，你吃饭了吗？吃饭了没？小宝，吃饭了吗？小宝，吃饭了没？小宝，小宝，小宝，小宝。来一个吃呢。我睡在这里啊。你睡这里啊？好的，中间。我要去这。哎，刚好，哎，刚好，他们一人选了一间不一样的。哎。这个是三角龙啊，我去爬上我很厉害的。你想干什么？需要我帮你吗？来，你要睡哪张床？三张，你要睡哪张？这个最里面的吗？嗯，好嘞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去外面参观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带你走。我们还是一起玩这个。我们俩一起拿，他也拿不动。谢谢你，你好棒哦，小宝，你好棒哦。他说他怕我拿不动。对啊，我知道。乖，慢点哦。嘿嘿，好嘞。乖。那我们把它放在，先放在这儿，我们一会儿再玩。那也是什么？这个吗？这个，你跟他说话，他会看着你。嗯。你蹲下来跟他说，你说嗨，你好，我叫小。嗨，你好，我叫小宝。自我介绍。几岁了？今年四岁了，他会换动作不说话呢，他都知道，他都看着你呢。就你说什么，他是机器人，你说什么他都能听见。我们俩当好朋友好吧？
我头经常仰我的头。有时候我这里也会痛，这里也会痛的。等我这里痒的时候，我包里还有药。那你痒了你就告诉我好不好？这样，那我书包里有。我带你去抹，抹完了我们再出来找他们好不好？我想在那里躺一会儿，躺一小会儿。你喜欢唱歌跳舞吗？喜欢。喜欢啊？喜欢吃东西吗？喜欢啊，吃东西当然喜欢啦。只是就是不喜欢跑来跑去，是不是？我不喜欢走太久，走太久我脚就疼。你是不是小公主？对呀。公主有时候去找宝藏的时候也需要躺一会儿的呀。哦，这样子的呀。现在我要先给你抹药。我可以陪你躺一小会儿，然后一会儿起来我们就去找他们。小哥哥好聪明的。哇，小心哦。好聪明啊。坐，摸，他现在还好了。我俩都好朋友好吧？你是不是小公主？对呀。小朋友好纯洁，好单纯，这个时候我觉得哇，很开心，很感动。大哥哥呢？我们刚刚的队长呢？带你们寻宝的队长呢？谁知道我的名字？这是什么水果？橙子。对啊，我是橙子，橙子哥哥。橙子哥哥。对，橙子哥哥。橙子哥哥好。然后呢？姐姐呢？可以叫我小七姐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的七。小七姐姐。小七姐姐。我们龙叔叔介绍过了。对不对？橙子哥哥介绍过了，小七姐姐、西瓜姐姐都介绍过了啊。你们要介绍你们自己的名字啊。放进去。等会我们看看工具桌哪有小剪刀呢？怪兽要来了，快躲起来！怪兽要来了。谁来了？你们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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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是谁呀、啊？我看看。哎，小伙子在这儿。小宝，小宝，你的头发好长呢。你这个把头发给拆了你。来，我们是不是要准备躺在床上准备要睡觉了呀？躺好了，把被子盖好。我们今天快睡觉。把被子盖好。明天是要去露营吗？还是？露营哎。
我觉得我们等会可以记一下，就看明天比如说什么蘑菇丁啊，什么东西得什么得带一下。小朋友如果出去时间长，不是就一餐，他还有点心，那或者是那晚晚上晚餐是不是也还在外面，到底要准备多少东西的量都要清楚吧。我通过今天的我感受啊，其实我觉得孩子们他们自己的包括忍受力啊和各方面的东西，我觉得都比我们想象中要好。就其实他们自己懂的一些事情，包括对于他们对于生活的一些管控，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好。就是比如说包括彤彤来说，他很想吃糖，他自己还知道他不应该吃糖。可是我不能吃糖。是吗？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我上火。上火。包括千里也是，千里也是，他说他自己哦眼睛会不舒服，他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我眼睛起了一个线粒肿。啊、哦，这里啊。其实你像今天你们仔细看，小宝是参与度很高的，他愿意去做很多事情，但是他比较内向，他跟大家的接触会少一点。大家好，我叫小宝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哦，看那个宝藏。小宝不能脱离团体。小宝藏。他会做他自己的。要参与大家要做的，但是他跟大家的沟通会少一点点。女孩子来讲都相对比较成熟一点，对，啊，都比较能够沟通，能够聊，或者是需要什么事情，可以跟他们协调。今天我们去那个去看看羊的时候，艾玛就不愿意进去了，因为一方面臭，一方面里面是沙子，她的脚不想踩沙子。对，走吧，太臭了。艾玛，你去哪了？好臭，好臭是吗？所以每个小孩都有不同的习惯，但是你要慢慢克服他。他当然，你看他后面，他有参与了，他就觉得他也愿意去弄，也可以。那但是这个过程是需要引导的。而且今天第一天过后，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他们对于我们还是他们自己会熟悉一些，就会更好办一点。我觉得可能对，信任度会多一些。棒棒的。就每个人配合好，对，配合好其实就好了。